回味，酸酸甜甜，就是我。我们新出炉的炸耳朵，赞第一个。无所谓了，哥，还没吃就算了。耶，谢谢谢谢谢，还有哪边的朋友啊？耶，谢谢。都跑了。下一个。吃饭了。快，请对镜头比赞。耶，谢谢。我们这算合格了吧？算合格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谁给你们继续下一站？去附近的福安菜市场买三条鲜活鲤鱼作为学习材料，通过验证之后就可以来找我学习葱崩鲤鱼的做法。这就是给买三条鱼的钱啊！三条鱼一共一只，二十，三十，行了，剩下了，四十五，够吗？够了，够了啊！一共四十几块钱购买三条鲤鱼吗？够了，小鱼，够，看多大的鱼，苍蝇啊，鱼苗啊，去！谢谢谢谢，炸您的炸糕，好，谢谢韩师傅，谢谢韩师傅，别客气别客气，走了，谢谢，好，欢迎以后再来啊，好好。哎，我们买的是这个虾，对对对，我看一下啊，简单的，这个肯定是，这是我们冰起来的，对，我们怕它就不鲜。我数一下啊，这里是二十只左右，对呀，它是至少要拿四十只虾啊。都买完了，吃个橘子，你今天放个橘子，来喂它喂它，不行不行。这个任务是大厨给你们的。喂，现在是这样吗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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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